果生乳卷，这个也是我们客人就是最常点自己做的生乳卷。哦，这个所以自己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这样这么专业的生乳卷。是的。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很桌上有很多平板电脑，嗯，是为什么？是这家店啊，我们会有提供器材还有材料，嗯，对，然后透过平板的影片教学，边看边做，不知不觉你已经做成一份甜点了。哦，所以我们什么东西都不用带就可以了。对对对，做的过程啊，嗯，如果不会的话，现场都有可以问老师。我在网络上有看到有人做那个柴犬的面包，嗯，所以我也想要做给信讲。刚刚那只柴犬，对。会很难吗？面包刚好我们这里的材料都有，嗯，其实没那么难。其实没这么难吗？那我们一起来挑战看看，好啊，嗯，太棒了！耶，哦，这时候你就可以帮我揉一下。喂，揉有什么技巧吗？揉的话，尽量把粉就是都揉成一团，这样可以吗？对对对，温柔的对它就好了。没有，等一下我们要很粗暴的很粗暴的摔它吗？对，这个那个早餐要吃饱一点才行来。差不多差不多，我们就可以加奶油，奶油就是会有油，会比较就是奶油。好，奶油哦，所以奶油要先放到有点融化。对，就是先放在室温融化。哇，所以就是要拼命的摔它，对不对？对，这时候就是要一直摔。哦，我知道了，只要那个工作压力太大，大家都可以来做这个面包。好，等一下，现在就可以开始摔打了。对，哇，有一个什么手法吗？就是通常呢，我会这样，就是摔下去，然后对折，对折，然后再九十度，就是这样转起来。哦，对，但是因为现在还没开始成团。就会有一点，所以它甩一甩，最后就会越来越成团。对，我来我来。嗯，哎，这样吗？是。然后折，折起来。对。然后再九十度这样子，再摔一次。再摔一次。对。对。嗯，大概通常要甩一个200下左右。200下。对。就当做运动。啊，我知道女生都在意那种拜拜秀，甩这个就会消失了。主要其实我们要把它就是越摔越光滑出金，所以要让它变得光滑这样。对对对，可以了，我们可以去发酵。那我们就把它放着。对，现在因为现在还有一点点，就是有点橘皮。对对，橘皮。等下发酵完会更光滑。电锅也可以，像我在家的话就是保鲜膜吗？会布盖一个湿布，湿干净的湿布盖在上面，然后放在电锅里，然后电锅里面可以放一个温热水。那我们现在这样就可以准备发酵咯。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把这个面团切11等份，把它切成11等份。对，然后一团大概是50克。然后你看，像发酵过后啊，就会有这种像这样薄哦，就是薄薄的这种感觉。然后你也可以用一招，就是测试它到底有没有发酵好。嗯，用什么方式？就是戳一个凹洞，如果它不会再弹回来的话，就是发酵好。了解。所以我们来继续把它切小一点。对。然后我们就做那个欧克。欧克面团是？就是它的白面团，就是放在鼻子尾巴的地方。它比较白，对不对？它烤出来会是白色的，就跟刚刚的煮面团的颜色有落差。捏捏捏捏捏。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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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
画在跟图片上的画画是差蛮多的，我觉得，所以是其实它就是要有耐心啦，因为汤汤饼饼干的制作过程又比这个还要来得很长。嗯，对。好，小面团完成，这样可就可以。就是开始，所以它只要小小的一团就好了。对，因为它只要做鼻子和尾巴的部分。
鼻子和尾巴是白色的，这个就也不用发酵，对，不用，因为它有加泡打粉，所以它其实就是也是会蓬。好，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这个塑形吗？对，塑形的部分，它其实这样子延展，它就已经有薄膜，一个薄膜巾的状态，嗯，对。可以当面膜耶、嗯、对 No 酵母敷这个会不会太高级了、啊、酵母面膜可能毫无效果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就是好的塑形了煮面团我们就可以开始包料那像包料吗包料的时候就是我会把光滑面就是朝外、oh. 所以就是皱褶的地方就是朝内可以包料了解我们要加多少呢大概这样再多一点好了再多一点对对对可以包起来就好了再多一点我们要澎湃的蟹料好买爆浆要加点什么果干所以还有我们那个冒险王提供的水梨干我们加个水梨芋头水梨这是一个新创新的研发长得有点像那个刚刚那个杏奖的饲料，杏奖的狗饲料吗？这样子，好，我们要包起来喽。嘿，好，这样子对吧？对，然后皱褶处就缩口，缩在下面。对，这样。对。嘿，我觉得还小有心得，很像小笼包呢，捏紧捏一圈，饭有时候烤一烤它会爆出来。哇，对，非常的漂亮。我们就可以用放着就好吗？欧克面团、白面团来装饰它的那个姓蒋的脸。对，看是鼻子。还有我想到我以前啊，在做那个烘焙，就是糖霜饼干的时候，其实我在星光影城开过课程，然后我招了30个学生，结果来了28位都是男生，太。就是原来我才发现，男生都非常喜欢做这些，甜点，可能是要送给女友的吧之类的。对，应该是为了你而。那我觉得非常压抑这样，所以其实烘焙不分男女，所以那个大家都可以来疗愈一下。因为像我们店的客人几乎都是女生，所以在这里做面包跟甜点都是女生比较多，但是很多就是有一些男生客人可能就女生很多。然后就会来这边，哇，好聪明哦！也有来这边就是坐一坐，跟隔壁桌就是聊起天来，然后就交往搭讪他，爱的烘焙。对，我怎么觉得像猪啊？我们也可以做猪，就是搓两个品种。但我们今天猪脚是姓蒋，姓蒋会变得很像猪哎，好伤心哦！这就是猪嘛。看样子是快要做完了，希望他们好好长大。OK， 那我们就可以做第二次发酵。好，那发酵时间也是40分钟。40分钟。对。天哪，你干嘛帮我们看 mod 的呀？对，怕他们冷。怕他们冷哦。是就是要烤出渐层的柴犬的颜色。渐层。所以呢，总共烤焙时间大概是25分钟。但我们就是先盖锡箔纸，就是20分钟前。怕它黑掉吗？我来帮忙好了。你想要把它留白的地方就盖住。对。好的。然后把尾巴露出来，因为白面团就是到时候你烤了，你也不怕它变咖啡色，因为这就是白面团。了解。让它周遭的屁股要咖啡色，就是让它直火的烤，因为它烤的时候会膨大。所以就是起锅只要比面包再大块一点哦，原来如此。OK，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用溶解的黑巧克力和白巧克力来做五官的装饰。猪耳朵吗？好像不对。哇，我的阿才刷哈成功。霜也很拿手，这个应该也难不倒的。OK， 有像了，有姓蒋的感觉，有眉毛就是整个人都有神了，画龙点睛的意思。有姓蒋面包，超可爱，完成。在家自己做柴犬面包，其实没那么难。
人家以为我家在装潢，结果我在甩面团。上班的时候啊，就是很多怨恨的时候，就可以来做这个。三二，等一下，我要拍死了。没有啦。其实我们这边很多就是，没有烘，就是没有烘焙经验的也可以来。泡拉粉他们都会讲错。哦，讲成反过来就对了。